其实我拄仔听着文字的讲起，伊去菜市啊拜票时阵，互人甲批评，其实我真毋甘。其实我拄仔听着文字的讲起，伊去菜市啊拜票时阵，互人甲批评，其实我真毋甘。安怎讲呢？年金的改革，社会有真侪误解。咱先讲2012年12月20日，马英九前总统真罕见，带着立法院、行政院、考试院三院的院长召开记者会。即我看是台湾空前第一个。迄场记者会讲啥呢？伊讲年金已经伫要破产，今仔日若无改，明仔载就崩溃。但是一年以后，2013年正月30日，伊同款阁带着这三个院长，阁召开同款记者会。伊讲年金制度那亲像一粒银线，愈来愈短，炸弹。嘛，参像一个愈驶愈紧的列车，已经要坠入悬崖内底。但是事后证明，伊虽然讲得真严重，听起来那真有决心，但是无做。伊想推动年金的改革，会影响到选举，伊无做。伊甘愿放任年金制度被迫破产。但是咱所支持的蔡英文总统不同款，蔡英文总统是有使命感，伊对国家未来发展伊是有责任的。伊看的不是选举，伊看的是人民，要怎伫这个国土上如何安居乐业。所以伊带领行政院，带领立法院，成功完成年金的改革。年金改革成功了后，行政院并无提任何年金改革所剩落来任何一角银来做使用，所节省落来经费100%拢阁投入于军公到退休的基金内底。按每年100块开始，行政院分10年。要阁变1000亿，阁投入去年金的这个基金内底，这是啥意思呢？这个意思是讲，咱为着现主席的军功到，未来军功到退休了后，拢会当领着退休金，会当安心过退休的生活。年金无破产，现主持领退休金的人，甲继续领会着，敢是啊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